世上没有天子不能奉承。大人，你会不会觉得朕是一个残忍的君王？会又如何？皇上总想做一个完人，可世上哪有完人呢？落子无悔，绝不回头。我本以为我管理六宫是大清的主人，就再也不任人践踏，再也不必谨小慎微，但是我错了，因为我手上的权力太少太少了。延禧攻略，本节目由西皮传冠名赞助。